各位同心，这节课由我们张文彦张议长为我们带来影响，大家掌声欢迎，谢谢。感谢大家。咱今天就是咱初级班上尾节，很欢喜啦，看到有少年的来咧参加，这就是咱未来的希望。首先呐，我要自我介绍，因为咱大家把课表摕出来，课表内底啦，闭幕词有写张文彦，请咱较少年的，即马都上网来看，你拍张文彦，加两个字，张文彦教授，就会看到我的资料。你如果打张文彦的话啦，因为张文彦是蔡奇安名啦。对对对，你拿手机出来，现在因为我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啦，都叫我的学生都要带笔电来。你现在手机就可以了。先认识一下演讲者或是讲师是的情形啦，就很清楚嘛。我的简单的资料都在里面，因为你们课表都有我的名字嘛，你看看你把它那这三天来了，大家有没有收获？有嘛，所以交钱来读书是有值得的。我为什么这么讲？我跟你们都一样呢，我是第一期的。现在已经快五年了，我也交钱来上课呢，当时候也是当讲师现在也当讲师我来上课也是跟大家都一样交钱。像我的经验里面革命实践研究院我也去上过呢，应当是五天受训，不要交钱吃住。再来李登辉国事班我也去上课呢，去当学生呢，也不要交钱他给便当给你吃。我当时候奇怪，我们来这边上课当讲师，等于当老师啦，来这边上课的讲师啦，我们也跟你大家都一样都交钱。我去别的地方上课，车马会还有演讲会都要给我嘛，我现在去哪一个单位去审查，他也会给我什么车马会跟审查会来这边都没有呢，还自己都掏腰包呢。
啊，大家想一想，是为了什么？当时候的情况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什么？因为目的希望我们台湾未来的子孙能够过好一点啊，只有这个理念啊，其他没有啊。当时我们认为我们都还可以赚钱，也再想一想说，我们都是在等于是以现在来讲，我们就是等于是附加价值的应用嘛，等于是我已经七十几岁了，也差不多没有多少年就要再见了。那这样的话啦，要在世之前啊，做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们来上课主要的目的，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也要为未来的台湾人民多做一些奉献？大家都自公也好，不，所谓奉献就你当官的时候要跟科批一样啦，这样就对了啦。事实上科批的观念都比我们还要晚两三年呢，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都讲我们的主张嘛。大家还了解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吗？大家思考一下，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什么？我们是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啊、旧金山和平条约，那么使流亡政府早一点离开了，这个就是我们主张啊，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啊，来解决。那我们在我们的宗旨是什么？现在我们最主要，今天因为那个主张在开幕式都唱，那么我们的那个国歌啊，国家的我们未来的啊，国家的国歌啊，当时候唱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我们的主张嘛，啊，我们的主张，因为美国也告诉我们是和平转移嘛，还有无缝接轨了，哎，无缝接轨，所以说他还告诉我们说，一段时间是两个政府的存在，那现在也是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么大的牌子。在台湾每一个地区都有办公室了，那是不是两个政府的存在？也是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主张上，美国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说我们的宗旨比科批还要早，因为科批的目的是什么？他主要他也是要为怎么样？台北人民谋福利嘛。啊，我们当时候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这个两年多前我们就定这个，那科批都还没出来的，他科批现在才选上，他说啊，
改变成真了、啊。他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就这个了，这个是他的宗旨了，跟我们宗旨一样了。为什么一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看看。他说 ：“One city, one family。”这个就是说，他选台北市的市长，就像啊这个城市了、啊，就像一个家庭一样。那是不是为台啊市的人民去啊谋福利？啊，我们是不是要为台北市的人民去设想？所以大家都支持他嘛。如果不是这样，他有可能选上吗？很难嘛，对不对？那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宗旨比科批还要早。那所以说，你们来这边上课都是有福气的人才会来，因为大家都有这个缘分，要为啊我们啊要为我们的啊百姓设想，因为我们以后如果执政以后，每一个单位啊所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为百姓设想的话，目标没有达到，那个部门的主管就换掉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行列啦，啊，为未来啊台湾的人民来创造一些啊福利或跟啊的想法，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好了，我们今天啊闭幕式啦，通常都是我抓了一些 PowerPoint 稍微再复习，前面有很多的讲师都讲过了，我们来复习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够更清楚的了解。以战争法来讲，大家思考一下，有两个铁则，流亡政府不能什么？大家喊一喊好了，复习一下哈。在战争法里面，我们所讲的，那么啊，国际法啊，战争法啊，就是法理所讲的。那个流亡政府不能什么啊？不能就地合法啊？对，这个是一个铁则。战争不能怎么样？不能改变主权呐。那这两个句子里面，大家都要去了解一下。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台湾的啊那个法理地位的真相是什么？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我再提一个问题哈。李登辉总统，我们很敬仰的。他在当总统的时候说，台湾省要把它废掉，他的目的是做什么？废台湾省以后他想做什么？等于是台湾省啊，省政府啊，把它废掉，就是变成一个台湾国了嘛，就是只有一个台湾嘛，那
问题，美国出来干涉，怎么讲？不可以啊！现在还有台湾省知道的举手一下。对，现在还有台湾省知道的人举手一下。不是的，我是说现在的政府组织里面还有一个台湾省啊，因为李登辉要把台湾省废掉嘛，就没有这个台湾省了嘛。啊，但是美国说不可以了，啊，所以现在还有台湾省。啊，知道的举手一下。啊，其他的人哦，也有人知道，啊，其他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现在的台湾省省主席啊，省长啊，林正哲啦，新竹市的市长做两任以后，现在把他抽用到当台湾省的省长了，林正哲啦，他跟我同事过。因为他在某一个大学当董事，啊，我也在某一个大学当董事，时间差不多啊两三年，啊，林正哲、郭冠英事件，你们知道吗？知道吗？哈，那个就是林正哲的不对了，没有肩膀了，他想做官了。怎么会那个辞职的还会叫他啊扶植？所以这个就是他说好人啊，为什么？我所知道有的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啊，认识林正哲，说林正哲不错，他不会贪污，但是。你也做错了事情就不对了。哦，像郭冠英事件，我认为这个是错误的。好，我们再来想一想，阿扁当总统的时候，他说要来什么？参加联合国，把资料准备好寄到联合国去。联合国的潘希文啊，把他秘书长把他推荐，连开都没有开就推荐了。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台湾的地啊，那个土地面积跟人口比例啦，起码都超过很多很多的。差不多起码超过50个国家以上啊！啊，为什么不能参加联合国？第一个是什么？事实上，一个国家要四个要件呐、啊。第一个就是人民呐、啊，是不是有人民？哦。土地、政府、外交权，这四个要件，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那个土地是谁的？啊，日本天皇的，没有土地。啊，人民，大家拿的身份证都是什么？都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再来国家呢，世界上不承认的，没有这个。那么就说啊，这个政府世界上不承认。再来，在外交前，我们跟人家签订互相承认
都是那些用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啊，都是南美洲啦，一些啊非洲一些小朋友啦。所谓小朋友，他国家不大，人口不多啊，经济价值也并不很啊理想的啊，都是签的，都比较不是先进国家啊，所以说都是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有没有一个用台湾共和国跟人家签？没有嘛，所以联合国推荐。再回来想，阿扁说：“哎，联合国，他说联合国进不去了，怎么办？”他再想一想，好了，住在台湾的人民来自决，自己决定，自己来公投。阿扁是不是想公投？对不对？美国说什么？不行啊，你是麻烦制造者啦，说阿扁是麻烦制造者。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麻烦制造者？就是美国跟他说你是麻烦制造者。为什么？明明这块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怎么你住在这边的人要来公投来自决？哎，不可能。所以我们来这边上课了，就很清楚这两个总统所做的都不了解啊，国际化、战争化，所以大家能够来上课啊，能够接受这个华理的授信，以后出去跟人家讲就很清楚了，因为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这块土地现在还是美国的怎么样啊，主要占领全国。我来看这一章，如果他不是主要，美国不是主要占领全国了，不可能由美国助理国务卿来发表说《苹果日报》罕见的要给台湾自治。这个自治啊，他有这个权限来讲说要给台湾自治，这个是自治是什么啊？用啊 autonomy 就是要给台湾自治，就是说上面有人的自治了，因为这块土地不是你们的，所以你们上面还有人啊，可以给你们自治啊，你必须要知道这种状况，他出来喊。这个时间，大家看看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们2014年3月份，台湾很热闹，尤其是3月31号是什么？太阳花事件嘛，50万人走出来，世界先进国家本土台湾人都走出来，
所以美国吓了一跳，赶快给这些年轻人，给台湾的这些人知道，你们不能啊自己说我们来独立啊，公投，像阿扁就公投，他们就独立了，不可以的，你们只能过怎么样自治的，这块土地不是住在这边的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块土地里面啊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 ROC 过来的一批人，还有日本啊时代留下来的这些日本台湾人。大家去想一想看，两种人绝对不可能，你们去说住在这边的人住久了你们就可以决定这边的啊土地的权限吗？啊，秘书长常常讲，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讲啊，以前我都常常也都听课啊，啊，秘书长讲说像国宾大饭店，你们去住那边住四五十年六十年好了，住在国宾饭店的人都出来讲说啊，我们国宾饭店我们来表决一下，来公投一下啊，国宾就是大家的，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嘛。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赶快出来讲啊。有这个太阳花过来不久以后，有一个机会啊，刚好碰到一个台大的啊经济系的教授啊，也蛮著名的啦。他问我说啊，你们台湾民政府要走到哪一个地步啦？啊，我就是说美国说叫我们是自治嘛，啊，自治是什么自治呢？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澳洲，再来纽西兰，他们是英国国协或是英国啊邦联。那以后我们就变成日本邦联，就大日本帝国。那这个就是要给大家知道，所以说这个应当来这边上课了以后了就很清楚了，外面的报纸看的你就会很清楚，要不然您都看不清楚嘛，啊，都是骗的，也都是假的嘛。来看看这个，啊，这个蛮有趣的哈，这个蛮有趣的，啊。金溥聪他是马英九很要好的朋友了哈，他派他去驻美国代表两年，两年后回来了，刚刚回来跟马英九怎么讲，他说大船离港论啊，啊，这个也是有人啊有时间啊的报道
啊，你看看，大家想一想看，为什么讲？为什么讲大船离港？大家想这个问题啊。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听到大船离港，啊，这是大船离港。大船入港那时候是什么？美元在米粉在牛奶粉来运作了。啊，现在说大船入港，啊，但是呢，他还去带美国呢。啊，美国是我们的主要占领全国呢，台湾关系法他就管理实实的呢。啊，所以他也很清楚啦，就告诉说大家准备绕跑了。啊，事实上就这样啊，很多信息都是这样的啊，你看不出来而已。我们慢慢看哈。啊，这个我们不讲了，因时间上的关系哈，我们这个给大家说。看看，啊，这个不讲了。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准备绕跑的前奏？这是什么？他那个时候他讲的。六月份讲的，十一月份就国防部就搬走了啦。原来国防部都在哪里啊？总统府的后门呢？啊啊，这个是不是准备大船离港了？啊，看看就很清楚啊。大家去想这个问题啊，要不然国防部为什么要搬到大竹去？啊，有看到这个报纸的举手一下好吗？都没有哦，你有哈、哦、啊，你可能会比较关心。再看看这个，我们国防部是这样做了。这个罗氏啊，亚太助理国务卿就也是罗氏啊。2015年是台湾重要的政治年，他当时候先告诉我们要驻驻。最后他发表说啊，这个要不要啊，是不是快到了，应当我们可以看得到流亡政府，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离开台湾，台湾是不是都美国在掌控的？大家想一想，台湾都是不是美国在掌控的？好了，知道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回来以后啊，就叫他去当什么？去当国安会的秘书长。哎，秘书长，2015年2月份当回来的时候是啊，我们啊再回复来看，他回来的时候
是多少？六月十六。啊，也差不多半年了、啊。啊，以后啦，他说要请除了。那么这个林玉芳啊，这个立委啊，他说这个不幸是健康的因素了。啊，这个自由时报把它标说先跳船啊，帮啊。马英九安排救生艇了，啊，这个都不是我讲的啊，报道的啊，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要绕跑了？越来如来如赶快嘛，哦，就尽量准备的绕跑。好，当然这个是精细的啦，老立法委员啊，他说不信嘛，哈，啊，这个也是这样。越来越精彩哈。我们看看哈，他什么时候那个准，因为他辞职了以后，当太阳花事件啊结束以后，在几个月他辞职了，辞职以后他说要回台大教书，有没有？他说要回台大去嘛，台大那些学生出来哎，反对，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哦，因为你们不清楚了，因为我知道了，我为什么我知道？在学术上啊，有一个规定啊，一个学校，一位教授拿的聘书啦，照讲都是两年了，所以借调的时间啊。都是三年，所谓借调，从到学校单位调到啊政府单位，通常是给他三年。所以你第一年啊聘任以后，可能没有办法说你第一年聘任以后你就借调嘛，可能都怎么样，都是。交一年以后啊，才行政单位借调去三年，回来你要不要在公务机关？如果你要在公务机关，那你就放弃，因为三年了嘛，啊，那个两年一聘，两年一聘嘛，啊，刚好他过期了，因为。他辞掉的时间呢、啊，应当是在十一二月的时候。那个时间要的话，就下个学年才会回到学校，但是已经过期了，保障期限已经过了。如果他一直续延，你都不离开两年，或是说你离开。还没有满三年啊，你说要回来啊，那又两年，那他已经超过那个时限了，那这样的话要就是等于是重新聘请了，你的年资等于是断掉，教授有一个优惠了，但是现在私立学校或是有了公立学校又变通一下，因为有时候教授比较难拿到啊。教授教七年，一年可以给你去进修，等于
教七年休假一年了。啊，你被调去公务单位，他这个就你的教授的年资就停掉了。有的人为了休假而不愿意到公务机关去，也有这样的。啊，因为你一去以后了，又回来的话，就连资就断了。啊，这些当然是在老师的啊享受啊，是只有教授哈。但是现在有的啊，给副教授啊有一个机会说啊，副教授可以了。先半年啦、啊，哦，你副教授啊、三四年啦、啊，好了，给你半年出去了、啊，哦，类似也有这样的啦、哦，那现在我们来看日期哈、哦，我为什么要给大家去算这个日期啊？这个日期都很奇妙的，里面呢、啊、都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3月6号。报纸出来，那么他出去是什么时候？这个3月6号，他江宜桦去美国，啊，是3月6号，那就3月5号出去。3月4号，他没有回，那时候11、12月份他没有回台大、哦，那个都。失业，到3月4号，马总统再把他聘为什么？总统府的资政，资政，资政，大家晓得吗？第二天，今天聘资政。明天啊，你出国去啊，很急耶，急什么？大家去想一想，我们2015年的2月28号再向美国提什么？告示，我们告美国政府，又告流亡政府，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2015年2月28号告了以后，他知道了，他要赶快派一个人去。美国去解决一些问题啊，是不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他的父亲，我想他也很孝顺的了，真友好了哈。一父亲生病也严重呢，啊，伊也无过去学校，也无过去政府机关做代志啊呢。咱去甲告了后，才交宏观，隔壁咱在里头爱随出去啊，啊，就随出去啊，啊，出去什么人甲送机？这才趣味啊！伊要出去，讲叫警察头子甲送机啊。啊，警察，迄、那个叫做，咱来啊，看卖是虾米人家送机，是这个这去送机嘛吼？你看。是不是警察都头头？叫伊去甲送机啦！咱想看卖，
是安怎叫伊去上帝？内底不是足奇怪的吗？啊！伊甲江宜桦行出迄个要检查的地方，要出关的时，遐警察看到王祖贞来，会惊咧也袂惊咧？啊！伊佮讲，啊！你动咧动咧，你迄行李爱偷来看嘛？只咯，敢唔敢？绝对唔敢嘛！起点佮惊咧嘛，爱都带咧都出去啊！咱是唔是安尼？只有奇怪无？所以足济代志啊！你那时间各方面佮连连的，佮人物佮连连的吼，真正足趣味的代志。江宜桦出去无外久，因老爸过身去啊，才阁回来呢。那无遐要紧，伊都老爸都身体无拄好啊，一定也是过身了，代志办办的，唔再出国去。啊，这予大家去想得足清楚，因为去啊，咱甲过了后，就去啊去请律师去创啥。去啊安排，我知影咱安怎呢？三月十二啊，咱伫三月十二，咱咧创啥？咱会举手得咧？三月十二啊。三月十日，咱拄啊派一团人去伫美国，迄个叫做啊记者底下咧办国际记者会啦，伫华盛顿 D.C. 啦，这大家知无？恁应该有看影片过啊嘛？敢无？啊？你无看影片过吗？咱夫人带一丁去遐发表，迄边影片看到无？啊，无讲无，迄阵什么时阵？三月十二啦。安尼恁知影无？你看三月啊，咱过来看。三月七七去到美国人差不多三月七七了、七八七九七十、就去邀请这些人不爱去听我们的演讲，叫他们这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这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罗伊斯带这些人不爱去听我们的演讲。三月十三他们要来看科批啊，这张出来他们刚来在这里是三月十二啦，应该照说他们这些人拢会去听咱演讲，啊，都无爱我去听啦。安尼大家清楚无？无爱我去听，啊，来来来来，我甲恁招待来台湾，恁讲台湾要创啥？哦，啊，恁足兴趣科比的啊，啊，无来去见科比啊，哦，啊，你看，啊，这拢是啥？因咱去遐安排嘛，
啊，无这爱老的听咱的演讲呢，不好听啊，听个吵吵来台湾啊，还听袂到啊，哦，啊，你看。美国国会议员啊，在问啦，足趣味的啦，讲你哪会选赢啦？到底是安怎？啊？伊讲什么啊？讲伊爱收比鲨鱼较紧啊，鲨鱼要食人对无？伊若较慢，就去合起啊嘛。是安怎安尼讲？大家去思考看卖，这安怎讲法？有看电影的鲨鱼咧食人的时候，拢去闻到伊那受伤伫水底捞血出来，鲨鱼就怎撞来啊？对无？是毋是安尼？看电影拢看到这嘛吼？那捞血出来，鲨鱼就好安足凶的，就从来要吃人啊嘛！啊，这就是柯文哲那安尼讲，咱思考这段，大家想看卖咧。那安尼讲，大家唔知道有想出来无？罗斯雷啊！罗斯雷大家知道吗？他这个就是要把科比啊一刀毙命啊，在打那个叫做149这个叫做弊案啊，科比有厉害啊，无厉害，足厉害！你要讲我贪污，你讲我的小不清楚，好，所有的小拢个大的，迄个竞选总部，有厉害啊，无厉害？含伊以前的所得，拢个打出来。这找无问题啦！啊，你是不是人家捅一刀啊嘛？罗斯雷斯照讲吼，这个是应当也不行啊！你用什么？用财务、用会计、财务的专业的工会的理事长来跟人家检查？这个人家的财务上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这个道德的。你平常人，你跟他讲说啊，你这个是，那你本身是专业人士，本身又是会计师工会总工会的理事长，你跟人家攻击这个财务上的问题，你就假借你是专业人所讲的话是正确的，要给人家形成这个正确的观念。好在他被罗斯雷捅一刀，他还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全部把他推出来，大家来检查哪里我有贪污，我有舞弊，所推出来，没有事了，再捅一刀，捅一刀什么？说柯P贩卖器官，哦，这个也是蛮严重的，有没有？因为是从美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写出来的。说科比在卖器官，
那要怎么处理？这个是不是同一刀？柯P也有同一刀啊。嘿，这个真的是柯P，真的是天佑台湾呢、啊。那一本书的啊，作者做出来的世界的一本很著名的书，他就在国外的人啊，两天啊就把它翻译好了，会寄回来，说里面根本没有讲柯P是卖这个器官的。他们又用律师的方式去询问，用律师的方式去询问啊，有没有柯P卖器官这个事实？没有啊。他那一位啊，那一位那个作者啊，就说柯P很了不起。他拿到用律师的来往，他拿到的这些又把它公布，没有几天他把它捅一刀，所有的都正确出来了嘛。所以柯P真的是没有事，给人家捅一刀，给人家捅一刀，就是成为这种情况，也没有事啊，所以他能够选得这么好。好啊，我们再来看，当然现在啊，我们这个就要告诉啊大家哈，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要给大家了解的，就是说早期啦，早期啊，美国跟我们讲，告诉我们说，军队啊，叫我们不要管。军队由美军来处理，我们只管什么？我们只管警察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受信的黑熊，这个黑熊这两个字啊，也是美方给我们的。美国有一个啊黑熊部队给我们的啊，我们就用这个黑熊，因为台湾的黑熊也世界上有名。台湾的黑熊一拉开，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呀 V 嘛，哈、哦，胜利哈、哦，这个有一个 V， 所以这个是美国给我们啊。我们在训练，我们是在训练这个黑熊。年轻的朋友可以参加黑熊啊，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军队啊。事实上军队啊，我们可以看哈、哦、当然这个我们不讲了，我们现在这个也不讲，我们讲，来，我们来看这个。美方主动啊，6010跟美国25啊那个战斗航空里结盟啊。奇怪，为什么要放出这个消息出来干什么？他这个是主动呢，
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是不是美国提供的？一定是美国提供的嘛？为什么要换成这个消息？那就是验证到什么？美国告诉我们的。来，来看看这个。美指挥官交接，我们管军队的总管出席了，啊，出席，他在还标出来嘞，我们这个总长在这边嘞，啊，他在办移交的时候他也出席了，啊，但这两张照片大家。啊，看一看这两张照片，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大家想法是什么？美军是不是已经整个掌控你们台湾的军队？这个是阿帕奇直升机战斗直升机呢？啊，这个是他们战斗航空里呢？啊，你看这个是不是整个等于是美国已经在控制我们的美国的军队在控制我们的军队了吗？你这样去想就好了，哎，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去？他也可以不去啊。那为什么他一定会去？那就一定要来啊。当然，我们里面还有一张在介绍这些的哈，我们来。这个就是验证了什么？美国跟我们讲的，都一步一步的浮上台面。他说：“军队我来控制，警察你们啊，这个黑熊部队来控制。”好了，这个再看看这个是不是大船离港了？我们全国法规资料哈，这个都在撤销了。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组织条例啊，这个是我们撤销。啊，这个有没有看过？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有给你们看过了嘛，哈。好啊，这个可以照了，照一照回去，啊，给大家看哈，什么单位我好多哦，啊，都准备要绕跑了嘛，大船离港了嘛。啊，照好了，我们就要换下一张了。很多了，
好，再来哈，如果照完了，我们再来换一张。啊，上网你可以看啊，有时候您找不到了，哎。好，我们再来，你照一下回去，要看比较方便，要不然你要找可能找不到了。好，好，再来哈，我们再换张。那我们再来，好，来，我们再来要换一张了哈。好了，我们再来换一张。那个，这个就是平潭岛，我们介绍这个。这个是什么新闻？湖州新闻。啊，他在2012年湖州新闻啊报道啊，这个就是美中安排了 ROC 的难民回归中国福建省平潭岛，两岸共同管理。讲到这一点啊，事实上美国在做什么事啊，都有按部就班在。什么叫做按部就班？他不会今天想到明天就去做，今天想到一定在整个思考规划以后都规划好了再去做。早期啦，在韩战还没有爆发以前麦克阿帅邀请孙立人将军到他的第七舰队，孙立人麦克阿帅跟孙立人这么讲，他认为蒋介石不稳啊，当时候可能是在台湾，可能也是贪官啊，各方面做得不好，不稳，想要把他安排到菲律宾去，把这个把这些流亡政府所带来的这些官员啊都把他安置在菲律宾啊，请他来管理台湾，变成等于美军的军政府一样啊。孙立人把这个信息回来以后啦，把这个信息去告诉蒋介石，形成了孙立人事件。大家不大知道孙立人事件吗？被软禁了，进关地带，
无关啦，冷静啦。台中和啊，迄、那个做诶、欸、和那个那时候那个叫做合作新村子，留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给大家？事实上，美国做什么事他都事先安排，因为他已经跟菲律宾都讲好了。后来怎么没有去菲律宾？韩战爆发以后，他希望啊，我们美国就啊进来打韩国了，哎，也就利用台湾了，把这件事啊就没有再提了，因为又孙立人被软禁啊，这些原因，所以就没有再提了。现在为什么他要事先安排皮坦岛？我们去想一想，美军进来以后，快要进来了，进来以后一宣布台湾美军管理，住在这边的人会不会跑到中国去？会不会大家都怕局势不稳嘛？有时候都会跑嘛。啊，如果住在台湾的，好像他们那个啊，等于是流亡政府的那些人，他也会跑到中国去啊，怕他乱跑。那么预估啊，超得20万人到30万人会跑出去。啊，如果30万人有的跑去东北，有的跑去啊沈阳啊，有的跑去山东，有的跑去四川、贵州、云南、福建，乱跑。我们这边都受到什么民主这个教育了，到那边可能到时候起革命啊，中国就乱起来，那边也在革命，那边也在革命，他全国都在起革命，那就他就也怕嘛啊。美国跟他讲了以后说，那好，都住在这边啊，我们规划30万人的平潭岛可以给你们去住，所以平潭岛是这样形成的。大家知道平潭岛听过吗？听过吗？哦，这几天听过，以前都没有听过。好了，来看看平潭岛的那个啊情形啊，跟他的啊报道，他当然这边写吼，有5个共同啦、啊，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设计。你开车子可以到那边去，新台币也可以用。你医生他那边也可以啊，给你营业。看病，哦，台湾的都可以用了，啊，这个就是你是跟美国讲好的，那么要给美军进来以后，我们掌管了，啊，那他啊可以给不想留在台湾的人可以到那边去。那好了，我们来麻烦一下看这个啊。这个报道啊，
来看看。现在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他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那因为这个是报道哈，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也台湾受害哈，在平潭受害的台商的报道，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
那华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华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好，那大家看到这个以后了，我也要补充一下。可能在5年前左右了，我本身是仲裁人，当然我的身份很多了，本身当然是教授，又是专门职业啊，还仲裁人。仲裁人一般来讲就是民间法官了。第一次中华民国仲裁协会到北京跟他们北京的仲裁办个研讨会，在北京，我去了。去了以后了，在结业事前呢，有一个座谈嘛 ，Q&A 嘛，我举手，请问他们就是人民法院的法官，我请问说为什么台商呢？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他们回答怎么讲呢？他说违背中国的政策都判输。你大家想想看，你是台湾到中国投资啊？什么叫做中国政策？什么是中国政策？他说违背中国政策的判处。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是本地人，他的国家要帮助本地人，当然会把你判处啊。但是大家，我这样解释了，大家一定说啊，这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我证实他那个时候啊，在前几年啊，我们刚好也是在上课的期间啊，有上海的一个女律师，女孩子的律师，他说他来台湾参观以后，他说回去了会到北京受表扬的律师。我再拿这个问题去请教他，他怎么讲？他说没有啦，他讲说没有啦，有法律还是照法律啦，没有法律的话啦，当然是依照违背中国政策的判处。我这个是又证实了违背中国政策判处。在今年呢，刚好我去做蘑菇啊，蘑菇这大位大家知影无？母舅做大位。大家知道吗？蘑菇这大位，我去参加这个婚礼，刚好一个在北京做生意，我也问他，他说北京做生意嘛，我也问，跟他沟通以后告诉这个信息，他还告诉我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没有啦，
看，法官啊是看送钱多的判赢啊。他这样跟我，所以三个人验证下来都怎么样，都差不多嘛，等于他们的你不是当地人给你输啊，啊你送钱送少了也输啊。他说他在那边打很多官司有这个经验啊，你要敢送钱，你要打官司就要敢送钱，送钱比对方还要多。但是如果台商都台商打官司是这种，如果不台商跟本地人的话，那可能就是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了。给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真的他们的是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讲到啊，这里面我们再来看看，可能有一些你们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资料的 PowerPoint 给大家看。太阳花事件啊，后来又一些年轻人攻进了行政院，攻进去以后啦，他因为在四月啊，这个是六号，那可能六啊四啊四月五号攻进去啊，攻进去以后怎么样？这位啊是辅仁大学的啊美国啊，那么教授，他是等于是外聘的啊美国学者啦啊，来这边当老师。他也跟的这些学生啊跑去了行政院，一进去以后，他从在二楼进去以后，从抽屉里面啊去翻出来啊，从抽屉里面去发现这一张，这个也蛮厉害的哈，中文看得懂啊。他从抽屉里面啊拿出来啊，那个手机拿来一照，把它公布出来，说这个就是表示行政单位啊，行政院的等于是高级公务人员都在作假。你看是不是高级公务人员都在作假？每天要上啊政院的一点通七点五十次，有点的啊就打勾了，没有点的哦就他休假了，他休假了啊。你看是不是那个公务人员都在这边鬼混，都在那边骗？所以看到这些都是政绩啊，你不能乱讲啊啊！你看看公务人员在干都在做什么？我们缴的新那个扣税，我们缴的钱啊，花给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在那边造假，至少要点五十次了，表示按赞了。啊、你看看所以这个流亡政府要早一点把它
离开，那是最好的，要不然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在敷衍了事嘛，没有什么。啊，这个当然都在怎么样财病了嘛，都在财策了嘛，这个事实上是这样，都在猜测了，那个时段都在猜测了。这个应当都有看过嘛，哈，上课的时候，对，这个是来由是怎么来的？大家不要知道不知道，我稍微说明一下，我们是在2010年9月8号，在第一次在美国华盛顿 DC 啊世纪酒店的时候了，啊开酒会了，那么他就送我们，这个就是美国那时候的国安单位的人送我们这两张，他说你这两张带回去给秘书长看，他就知道了。那秘书长看了以后，9月8号，这个就表示什么？台湾是美国还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台湾的土地所有权是住在这边的人的。这边是哪里啊？皇宫。我们知道以后，2011年12月，我们就去在这边去拜日本天皇，要不然我们不知道嘛。有这张照片以后了，秘书长研究了以后了，就确定台湾就是日本天皇所有的这块土地，所以2011年12月20号起，从这个地方进入天皇的地方。那同学啊、哦，我们同心啊，你们完成高级班才有资格参加，去参加的人啊，我们出去都100多位以上，啊，我去4年了，我已经去4次了，第5次我也要去，希望大家上过高级班以后，穿了制服以后，大家再去跟日本天皇说天皇陛下万岁。当时候我们第一年要进去的时候很辛苦，我们是准备2支旗子，第一个关卡他说这一支不可以带进去，我们进来都是这一支，你只有拿这一支进来，那我们也就把它收起来了。但是我们还在跟他交涉，我们是台湾民政府
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因为我叫我的父亲叫奥多桑，叫我的妈妈叫卡江，啊，我妈妈叫我说呼米奥呼米奥，哦，文彦嘛，哈，文是呼米嘛，彦 hiko， 好，哦，啊，我是九呼米 hiko， 那所以我们跟他交收以后了，他就打电话去问啊，那个宫廷里面的，啊，皇宫里面的人回来了以后说可以了，我们这次可以带过去，我们士气大振，我们终于这一支可以进到日本皇宫。从那个时段，每年啊，日本天皇生日的时候，多这两支都可以进去，已经四年了。第一年，报纸看我们这个旗帜啊，他去照了以后，他也把你画什么，画红的呢。报纸出来，这个红的比较小啊，对不对？我们比较一下，我们这个红的比较圈圈大啊。他照出来，他这一只没有画啊，把我们这一只也全部都怎么样画红的。他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只嘛，他们的记者都还报道新闻都不给我们报道，所以我们就发现，但第二跟他抗议。第二年的时候了，我们这个旗帜都有出来了，有报道出来了，所以他们现在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个我们应当，我们跟啊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啊，实际上啊，他们是主张台独的，台独不行啊。为什么台独不行？美国说你们要独立就跟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地方是我的战利品，你们说要独立，那不是我的战利品你要跟我抢吗？不是要战争吗？所以都讲得很清楚啊。当然这个只是跟大家报告啊，这样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复习啦，哦，我们在这个在复习哈，啊，来我们再来复习。这个是2009年4月7号啊，美国高等法院这种判决。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第二个，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人民生活在政治这个炼狱；第四个，美军仍然啊，台湾仍然在美军啊政府占领中，这个是事实的。有时候我碰到朋友，他也是高等知识分子。所谓高等知识分子，就是说大学以上应当都可以算高等知识分子。我问说，你相信不相信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那当然是100%。这个不是流亡政府的判决呢，流亡政府的法院的判决啊，随时都可以改的，一审
判有罪，二审判无罪，啊，这个就是常常的，哦，类似这样，所以这个要去跟人家沟通的话啦，也要问一下说，你们相信美国的判决吗？如果你是高等知识分子啊，你要不相信美国的判决啊，那你根本就啊有问题嘛。来啊，当然这个就是再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这些的，我们看看哈，你看这个报道哈。这个是2013年5月27号这个报道，改募兵了，因为国防部的组织了裁撤陆海空三军啊司令部，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看看了、啊，但事实上啊，前面所看的例子就有了嘛。等于是我们军队都被美军同盟了嘛，好听说同盟了，讲不好听说被美军收编了，这样大家知道吗？就被美军收编了嘛。这个也是被美军收编一样嘛。后来这个也是啊，因为签完一块以后啦，那个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啊。你看这个报道哈、啊，他说美军撤台30年，第七舰队官兵再来了。啊、在新竹的有没有？新竹的啊、同心哦，这个我们出钱的呢，全部我们出的。美国派人来呢，他不用我们的工人呢，全部都用美国人在这边盖的呢。这个是什么？他就是安邦啊，是事实上新竹乐山雷达站啊，加一个安邦，就是中华民国出钱帮助这个啊美国设立的雷达站。清泉岗基地啊，晚上十二点以后到清晨啊，在6点这个期间啊，其他的飞机、民航机都不能再降落。我当时候看了一份报纸，哎，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从香港飞一部啊，飞机已经超过12点多了，叫他重飞回香港，有一个民航机啊，我也感觉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美军一就是一，你在这个12点以后，我这个机场就全部管制，所以啊，清泉岗机场是什么？是啊、美军在用中东那边的飞机回来这边休息一下，再飞啊、到那个等于是回到关岛这方面去的。
这个有没有看过？上课有没有看过？没有哈、哦。那没有看过，就是说当时候啦，应当是88洪灾吧。马英九宣布禁止外援，当时候发生洪灾的时候说美国也要来，中共也要来援助，他说禁止外援，只要他是在不想美国的飞机下来了，所以说禁止，他也飞下来了，不管你，这个是我只要占领全国，他的军机啊，这个军机啊，这是美国的运输啊，军机啊，这个啊，飞下来了。马政府拒绝国际救援，美军啊来去自如，这个就是在台南机场那个。F-18 有没有降下来？它也降下来了，给你看看啊。这个地方是我掌管的，你们说啊，不可以进来。这个也是，这个是哪一个单位 ？AIT 嘛。这个就是2011年3月17号，美国在台湾桃园机场 AIT 自设海关，自己处理日本大地震从日本撤退进入台湾的这些他们的居民。当时候我们陈潭山刚好那时候是第三期啊，也请他来跟我们外聘的讲师了，来跟我们演讲，我们拿这个给他看啊，他拿这个去执行了啊，给去执行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可以在这边自己设海关来处理呢？那不是我们主权没有了吗？那他说啊，当时候应当是行政院长说要给他们方便的，给他们方便了。这一张应当有的都有看到啊，这个也事实啊。台湾不是我只要占领全国，他怎么随时飞机飞下来，随时要做什么都由他自己来啊，你们到旁边，流亡政府去啊，在旁边啊。那我们现在来换换我们三立来跟我们报道的这个新闻啊，请。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子。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我们是感谢三立啊，但是有一点，他说我们这个身份证是自己制造，这个地方我们要跟他 complain。 为什么要跟他 complain？ 我们这个身份证啊，是美国制造，它是晶片，是晶片的身份证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晶片的身份证在美国的使用，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李定、毕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我们来看下面。那我们同心啊，到关岛去哈。那么他进出关岛的时候呢，就给关岛盖个章，进去了。这一张身份证是100%。
因为你们如果来上高级班，我再还提供几个实际上的例子给大家看。因时间上的关系，100%的晶片的身份证是美国制造，在各地方都可以用这一张身份证。哦，因为时间上因素，所以要拜托大家做两件事。第一个，回去请这些比较专业的年轻的都来受训，我们希望能够年轻人都来接棒。第二个，回去要大家的亲戚朋友都来办这个身份证，因为这个身份证是100%的正确的。因为你有这个身份证，就是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你爱这一块台湾。如果你是第二代、第三代，你爱护这块台湾，我们也希望你来办，因为等于你要再取得我们台湾政府的国籍的话，也要按照我们这本红的，就是我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大家带回去翻翻看台湾公民权利法案，你是第二代、第三代都可以来办身份证。哦，我们也欢迎你按照这个规定提早来办，对你有特别的优惠的。按照这些方式，按照台湾我们公民权利法案那么所登录的要件去来做了。所以回去以后啦，不管你是本土台湾人，或是你是外省第二代、第三代，我们都欢迎你。哦这个拜托大家好不好？很感谢今天大家来了，我们希望高级班也能够再看到各位谢谢大家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问的？有没有？好，请讲。哪一个？哦，这个是啊，哦 ，USMG 就是美国金政府啦，这样知道了吗？哦，嘿，美国金政府哈。那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感谢各位感谢谢谢。